就是这败家媳妇儿啊，花钱的时候兴高采烈的，结账的时候全是我。结账多少钱呢？你媳妇不让说完吗？不，我让你再说一遍不行啊。6800。6800呗，你给我打个折，我给你7000。哎呦大哥，我们可是明码实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没有钱，我有。哟，瞅啥呢？哎，你是瞅啥呢？你再瞅一试试。我试试就是。哎，啥玩意儿啊？不是不是，别吵吵。不是不是，我哎哎，你是？我是谁？我怎么了？大白梨。你是不是大白梨？你咋知道我外号呢？你谁呀？我咋知道？哎呦我天哪！你好好看看我是谁，你好好看看。谁呀你？哎呦，怎么的？我在你跟前还非得咕噜咕噜啊？小伙伴，大白梨。小伙伴，大白梨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大白梨啊！啊，你说咋？你这不长个儿你？你咋长那么长呢？现在？我跟你说，我天哪！钱，那把自己搭理了，那玩意儿自己搭理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我发小，从小一块长大的大白梨。啥玩意儿？大白梨，大白梨的。嗯，我叫白丽。嗯，白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也不是外人，我媳妇儿二驴子。驴嫂好。不是驴嫂，我叫二美丽。什么驴嫂？驴嫂子。哎，你看嫂多漂亮。嗯啊，你上辈子积啥得了，找这么漂亮媳妇？我就爱听你说话。哎，我是大白梨啊，以后可不能叫我外号了啊。好家伙，我现在是民营企业家，我现在有身份啊。啊，我是钱顺风。咋的？你还有大名呢？你在这开玩笑？这也不怪他，小时候我们一块玩啊，都叫小名，大名根本就记不住。行行行，赶紧快坐着坐着。别，我不坐了。你看我这一身脏。没事啊，就当到家。哎呀，没事，到家了，你还真是坐着坐着。什么都不好呀？什么不好的？哎呦，我没想到你怎么跑我家来了呢？你过咋样啊？我过得咋样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？看我这小衫儿。看我这小裤，看我这小鞋，看我这小肚，看我这腰带，看我这皮带。哎呀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哎呀，成功的企业家啊，这大房子，这不用我跟你说啊，这房子首付谁付的？哎呀，钱顺风啊，你不把这句话挂嘴边能死是吧？我怎么的？发小面前我用得着装吗？我实事求是就行了。是啊，没事儿，嫂子。妈，我听不下去了。行了，你俩聊吧，我再进去看看。行，你说你的。哎，待着啊，哎。我接个电话。接。哎呀，太好。喂，哦，四儿啊，哎，怎么样？哦，那个董事长的电话找着了，太好了，发手机上啊。哎呀。大白梨啊，现在过得挺惨的你啊。啥玩意儿挺惨的？哪儿看出来我惨了？哎，我哪儿看出来？街坊邻居都看出来了。你瞅瞅，哎，老爷们干的活你都干呢？啊，我就没想到你怎么能跑到我家里给我装浴缸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也实在没想到啊。你这样，浴缸我送你了。呦呦呦，拉倒吧你！啥呀？你都什么条件？你都干？哎，算了，我不要你这浴缸。咱发小用不着这样，咱什么感情啊？啊，小时候你忘了？咱香港电视剧看多了，啊，怎么过家家做游戏？你演妈咪，我演 daddy。记不记着？我记得，可记得了。搂着你吗？当时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原来搂的可舒服了，现在他长个了，这样你搂着我。哎，搂着。这样就行了。你给我撒开。剧情升级了，不是没事，过上了。我这你还行，我跟你说，这醋你吃不着。我们俩是发小，那太纯洁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媳妇儿，你坐，我跟你讲，小时候我们俩哎做游戏，哎，他是妈咪，我是 daddy 啊。还有一小子哎，演我们俩的儿子，演 baby。哎呀，那小子我都不说，那小子太有意思了，两个鼻孔眼里永远挂着两个哎
两大鼻涕，太阳光一照都反光，像粉丝似的。哎，那袄袖子永远都是亮的，你知道用啥不？用啥呀？擦的。我都给他起个外号，二埋汰嘛。是是是，二埋汰。二埋汰。那你看那谁呀、啊？那不你同事吗？谁呀、啊？你再仔细看看去。啊？看看。谁呀、啊？啊？哎呀，来看看看看，你谁呀、啊？真认不出来了。啊。擦的。小土豆，你叫的呀？那我叫啥？小时候咋叫的了 ？Daddy 呀，叫呀！哎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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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都挺大岁数，你别哎！叫不叫？叫不叫？叫不叫？不是，现在你我叫不叫 ？Daddy！ 哎，二埋汰，二埋汰，哎呀！好长时间没听到你叫我爹地了，但是今天我很受用啊，听着很舒服啊，再叫一声，没完了，叫不叫？哎，爹地，爹地，大点声，爹地，哎，钱顺发，钱顺发，哎，看给人大哥整的，脸都整红了，别闹，嫂子没事，我跟你说没事，真的，说我们小时候玩那游戏。我演妈咪，他演爹地，我演 baby。我们来来坐一下，坐一下，来来来，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不开不开就不开，妈妈你回来。哎呀，好玩不？好玩吗？啊？那我也感受一下呀。行啊，你看我演啥？要不钱叔帮我演你妈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快坐着，哎好，坐着坐着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没想到我30多年没见面，我怎么能找到你去？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我呀公司得出了点事儿，啊是给一个老总打电话啊。不是你忙你的。对对对，我很因为这事儿比较急啊，忙去忙去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行，倒点水倒点水。啊，哎呀，嫂子你别忙，没事没事。我跟你说，好了，我跟小土豆咱们哎呀，咱是30多年没见了啊。胡总，那时候我跟你说，小土豆。没事，行了，别忙活了，嫂子。喂，哎，您好，您是胡大鹏胡总吗？啊，我是。哎呦，你好。哎呀，我可找着你电话了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咱们两个公司有笔业务，我这跟您汇报啊。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我这边吧有点急事儿啊，一会儿再打过来。哎，喂，好吧，我什么时候打？喂。小土豆那时候，哎，从我遇着时候就这么高。哎呀，现在算是头发。哎，二埋汰啊！你给我站起来！这家伙，这，我告诉你，30多年没见面了，你什么都没变，除了个儿长高了。你看你这个埋汰劲儿。什么埋汰呀？人家刚才干活来埋汰嘛。你年轻那块好，袜子往那一扔都能站起来。哎呀，坐。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哎，不是。你俩怎么碰一块儿的？怎么到我家了？我媳妇儿。啊，对，我他媳妇儿。嗯，啊，太好了。哎，他凭什么是你媳妇儿啊？哎，他凭什么是你媳妇儿啊？你凭什么管呢？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？事儿，挺好。什么呀？想当年的做游戏的时候，他是妈咪，我是爹地呀，这是儿子呀，这是。你还过家家呢？啊？人都多大了，别挑他。不是，没事，小时候我们一块玩的时候就老欺负我。怎么的？我去，给我说说你俩怎么在一起的？快点的。我们俩呀，劳务市场打零工时候碰上了。哦。然后后来呢，就一起搭伙干了。再后来就干在一起了吗？挺好，多好！听见没有？嗯，这就是劳动人民劳动当中结成的爱情，牢固啊！对，哎，你这样啊，你们先坐着啊。干啥去？我这老总让我一会儿再给他打，不是比较急，不是私事我啊。没事，行吧，你倒点水，快点的啊！好，你别客气啊，到家里。哎呀，来，轮到他，不是他老这样，吃点水果吃。哎呀，哎呦，谢谢嫂子。不是我，让我进来。没事。喂，哎，胡总，我知道您挺忙的啊。我跟不是就百忙之中我就说几句话。哎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咱们是发小，咱们是发小，一个院长大的。你怎么听不明白我说话呢？我现在有事儿，你一会儿再打。不是，喂，大老
板，是大老板，太难伺候了这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嫂子，没事。二白菜，你给我站起来！哎，这家伙你还行了你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大白梨能嫁给你，你可好好对待她，你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，你知道不？我一点委屈我都没让她受。你行，你过来。我真的，我你还不让他受委屈？你这是干的什么活啊？你这是，你干你就干吧，你让他也跟着你干，你干嘛呀你啊？不是我，我告诉你，大白梨能嫁给你，你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儿。哎，不用羡慕人家，我嫁给你，你家祖坟都是凶器爆炸了。你听没听见？你听没听见小土豆说啥？对我好点儿，跟你说我娘家有人了这回。是啊，我就是他娘家人。我告诉你啊，要向我学习，通过30多年的努力，你看看我，看看我现在发展的，大企业家，哎，看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现在整个就是哎，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，不思进取，就知道花钱。我跟你是进步了，我还是堕落了？什么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媳妇儿，你跟着我享福了。你可拉倒！哎呀，行了啊，你俩啊。来来来，哎，我的名片啊，哎，拿着，哎，拿着，好，拿着，记住了啊，哎，有这么一个发小啊，哎，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，缺钱呢，缺物啊，尽管找我，没有问题，啊，顺丰公司，哎呀，那这个公司主要都负责什么项目？我呀，我这公司我告诉你，什么都干啊。这么跟你们说吧，上个月，接了一桩大生意，啊，整个一栋楼，啊，都是你负责。不是，这一栋楼卫生间里边的卫生洁具，我负责装修。哎呀，哎，小土豆啊，咱们可以合作呀。怎么了？我们就干这个的呀。啊，对，名片呢？来来来，这是我的名片啊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你干这个，你说还印名片，你这多浪费呀！你说，哎呀，没事没事啊。哎呀，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公司啊现在不缺工人。对，他主要是缺钱。啊，我什么缺钱？我怎么我就缺钱了？哎呀，说起这个卫生洁具啊，我不行，这我，哎呀，我还得给打个电话啊。没事，没事，你忙，我这很快，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。哎，好。来个人儿，你净事儿。没事儿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哎，我说你，哎，你小点声。你出去接去呗，你上那边打去。我说你还能不能行了？老给我打电话。哎，胡总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着急，你也别生气，我真的没撒谎，我真的是，咱是发小，一个院长大的。不是你，关键一个院长大的发小多了，我知道你是哪位呀？我是顺丰公司的，我叫钱顺丰。谁？我叫钱顺丰。钱顺丰啊。啊？哎。喂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是小土豆子吧？哎呦，我说胡总，你可算是想起我来了。你好好想想，咱们小时候经常做游戏，你总演 daddy， 我总演 baby。哦，哎呀，我还演过 daddy 呢。你怎么没演？你总演 daddy， 我总演你儿子吗？哎呀，好啊，那这回行了。哎，咱让不让他叫 daddy？啊！来，你给我叫声爹地，我听听。行。不是，等会儿胡总啊。哎，你那旁边有人吧？我旁边就我自己。哦。哎呀。爹地。嫂子，真没事，他们开玩笑呢。你这声太小了，我啥也没听见呢。你大点声！大点声！哎，大点声！你叫不叫？大点声！爹！哎！哎呀妈呀！我老公这生意做的这费劲呢，我把那浴缸退了吧。没事，嫂子。我说小土豆子，哎，你叫的我很受用啊，哎呦，我很舒服啊，童年的回忆啊，哎呀，行了，来，咱们说正事儿，找我什么事儿？
哎，那个胡总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嗯，我们公司啊，在你们公司进了一批卫生洁具，这量有点大，我那个资金运转不过来。现在呢，货从你们厂里出不来，我这没辙了，我再找你。那这样啊，我呢给工人打个电话。你直接把东西先拉走。不是，我这钱不够啊。你呢，先跟人家把钱算清楚，等人家给你结完了，你再跟我结账啊。哎呀，这就是发小啊，这就是，你可解决我大问题了。行行行，这你在哪儿呢？我必须找到你，咱们吃饭吃饭。啊，我在，哎呀，我在人家里边给安装洁具呢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这么大老板还上门服务呢？啊，那不行，我工人没你家多呀。说实话啊，我们呢每一款新产品，我这个当老板的都得亲自上门安装调试。哎呦，我真是，我敬佩五体投啊，我真是。您这是身先士卒啊。那行了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行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简直太好了。小样的。哎呀，二麦太。我就没坐下。哎呀，看见没有啊？就这么点功夫啊，大企业家做的大生意，一个电话了事儿。行了吧你钱顺风，你还大企业家呢？怎么你知道人家俩是干啥的不？大白梨二埋汰吗？你什么大白梨二埋汰呀？你听我说啊，我们俩呀就永远是大白梨和二埋汰。不是，这个呢就永远是我们的小土豆子，变不了。哎，咱不管是过了多少年是吧，不管谁当了大老板，大老板，谁当了工人？工人。但咱们的感情啊，那还是小时候的感情，发小的感情。哎，对了，行了，啊，那咱俩也赶快去下一家吧。啊，行，不能走啊！不是，我告诉你俩，我告诉你，炒两个菜，炒两个菜。行行，别忙了，下次再说。下次再说，别忙了，别忙了。好不容易见个面，你们俩这是干嘛呀？确实有事儿。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确实有事儿，确实有事儿。你站住！啊啊啊！那个浴缸钱6800。哎呀，你快点，别闹了！干嘛呀？当我送你们见面礼啊！我走了啊，拜拜，嫂子，走了，拜拜拜拜！不是，他俩就是工人，你说这容易吗？他还送我个浴缸，哎，打电话，来，叫他们回来拿钱，快点的。老公啊，我觉得你更不容易。怎么的了？你是不是在家总装呆的，出去就是个 baby 呀？这电话你自己打吧。啊，我回屋哭会儿。你这怎么了？就让他帮我打个电话，他回屋哭会儿。你这真是女人，真是。我自己打。哎呀，胡大鹏，1386。胡大鹏，baby。